中国的独立音乐圈最近吹起了一股清新的民谣风。宋冬野两年前席卷了两岸，而姚十三去年被导演娄烨看中，创作了《推拿》的片尾曲。今年26岁的创作歌手马迪也带着他的音乐来到台湾演出。一年四季都留着三分头的他，第一次来台湾开唱就创下了玩兽的佳绩。不再喝水，他们像疯了孤岛。大家好，我是马迪，来自北京，今年26岁，摩羯座，暂时以唱歌为生。他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顶着三分头，拿着一把吉他，马迪沧桑超龄的歌声和他真挚趣味的回答一样让人好奇。是我妈取的，我妈翻那个词典词海的时候发现一个字，这个字不能组别的词，只能用于名字，寓意美好。是真名本名，不是艺名。对，从小就会写一些东西，最早可能没写歌之前就会写一些文字类的东西，发现这种东西表达的不够具体，也没有在身边的朋友有共鸣，自己又喜欢音乐，就所以把以前可能写过的东西配上一个旋律出来之后更容易被大家接受，自己的愉悦程度也会更强。就算孤岛已没有色气，也没人提起你的美丽，我还是要飞去哪里。孤岛怎么说，每个人都像是一座孤岛，因为抛开社会中的一些因素，你的家人、朋友、同事之外，总会有一个属于你自己不可言说的东西，那个叫做孤独。孤独跟寂寞是不一样的，寂寞是不好的，但孤独是你最自由的思考。一二三四。在中国，经过一场一场的 Live House 巡回和音乐节的演出，马迪第一次来台湾办专场音乐会，演出前夕预售票卖光，他很欣慰，也说不管来几个人，一样卖力唱给大家听。去成品了，去敦南店，然后我正在挑那个黑胶的时候，突然发现店里放的是我的歌，就突然变成我的歌了，就吓我一跳，我一回头，然后店员在冲我笑。走的时候，然后在那个专辑上签的名。唱片行店员捕获野生马迪，立刻换音乐向他致敬，令他印象深刻。被称为民谣诗人的马迪，专辑曲目排序特别有巧思。他希望乐迷听着他的歌，想着的是自己的故事。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眼睛，穷尽一